大家好，我是猫老师。今天想一下我遭遇到的 YouTube 视频数量上传的限制，今天算是给我碰到了。我做了个频道，然后用代码做了一些视频，然后准备做数量，但是呢没想到今天遭遇到了报错，当上传100个视频以后它会出现这个信息， User had exceeded the number of videos they may upload. User had exceeded the number of videos they may upload. 就是说他这个 YouTube 他官方给这个视频每个频道视频上传有个限制，这个数量呢是100个。我查了一下资料，是这样的，当你在2000个视频之前的话，你是每天最多上传100个，2000个视频以后，你每天只能上传50个，这就是传说中的 YouTube 视频上传的数量。好，谢谢大家。